Yo, what's up, 森周，欢迎大家来看我的视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绝对的重量级干货，那就是 Adidas Harden Volume 3的详细实战测评，还有哈登一二三代的对比测评。阿迪的哈登系列呢，可以说是出道即巅峰。16年刚推出哈登一代的时候呢，就是16年的顶级实战鞋款，而主要活跃在18年的哈登二代，也是我个人认为2018年上半年的最佳实战鞋。而最新的哈登三代，设计上来看其貌不扬，它的实战性能又怎么样呢？让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首先我们来看球鞋的外底，哈登三代的外底呢，回归了非常经典的人字纹的设计，纹路的分布其实还是比较密集的，而且它的纹路相对还是比较浅的，外底的橡胶也比较软。从材质和纹路上来看，这注定不是一双耐用性非常好的外底，打外场的话它的损耗会非常的快，我仅打了内场也看到了比较明显的磨损。然而我在打内场的时候，我感觉到这双鞋抓地力非常的出色，但是由于我这个配色采用了透明的水晶底，稍微有一点容易吸附灰尘，但是当吸附灰尘之后呢，抓地力也不会受很大的影响，而且轻轻用手一擦就可以恢复非常好的抓地力了，所以抓地力的表现我是非常满意的。然后来到中底，依然采用了全掌 Boost， 和之前两代相比呢，看起来它是变薄了不少，但实际上它的整体厚度呢，和一代在前掌和后掌都是几乎一样的。和前作二代相比呢，它的厚度也只降低了2毫米而已。它看起来显得非常薄，主要是因为它在外侧并没有做非常多的 Boost 的上翻，而且在 Boost 的外面也没有像前两代一样用橡胶进行包裹，只在前掌外侧的这一小部分进行了橡胶的包覆。所以这双鞋上的 Boost 开放程度在篮球鞋上是前所未有的。这双鞋的中底性能表现，我觉得对于一个地板流后卫来说几乎是完美的。没有了橡胶或者 TPU 的外壳，这双鞋的中底过渡变得非常的流畅，场地感非常的好。当我在场上使用各种脚步的时候，无论是跑步、变向还是防守的滑步，都感觉到脚底非常的灵敏，前掌的 Boost 非常薄，非常的贴地，给了我非常好的启动的感觉。而在后跟 Boost 的软弹又表现得非常明显，而且由于后跟比较薄，并不至于产生后跟特别大的形变。然而后跟的部分由于没有了那一圈包裹，我觉得会产生两个小问题，那这些问题都不是特别的严重。首先就是 Boost 的形变缺少一定的限制，导致 Boost 本来比较软的材料容易被一脚踩扁，所以这双鞋的缓震极限是比较小的。当我在后跟落地的时候，可以感觉到非常轻松的就把整个中底给踩透了，像是直接踩到地面上一样。如果你打球动作相对规范一些的话，是不会产生这种情况的。当然也会有个别的情况会产生后跟非常剧烈的落地。还有就是在我用后跟做非常剧烈的急停动作的时候，比如起跳扣篮的最后一步，
不像是被包裹住的哈登一和哈登二的后跟一样，踩上去是比较稳的。踩上去之后就感觉会非常明显的有一部分形变，然后卸一部分力，而且在起跳前制动的时候呢，会觉得后跟的地方稍微有一点点晃。所以对我来说呢，这双鞋并不是非常适合做扣篮的动作，因为我在穿这双鞋跳得很高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脚底稍微有一点点控制不住。然而上述两个缺点呢，我认为在比赛的时候都不能算是缺点，因为这双鞋的定位本来就是一个后卫鞋，而且哈登也是一个相对来说算是地板流的后卫，他打球的时候并不会用很多超强爆发力的动作，平时也不会跳得很高，也不会经常做扣篮之类的动作，所以说对于一般的地板流后卫来讲，这个中底的性能我觉得是完美的。然后来到鞋面，这次的鞋面设计呢，在哈登三曝光的时候就被很多人喷了，外观设计还有鞋面的结构的确是非常没有诚意的。比如他这个鞋面材质，图片上看起来感觉是那种非常廉价非常普通的网面，而且在阿迪的宣传材料中也没有看见说阿迪对这个鞋面的材质做了任何的介绍。然而我拿到手上来看了，其实这个材质虽然看起来质感不怎么样，但是摸上去还有感觉一下它这个厚度还有质感还是可以接受的。而且这并不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网面，它其实是一种编织材质，只不过编织的纹理并没有那么复杂。如果阿迪说它是 prime knit， 我还真的会信。而且在不同的配色上呢，这双鞋的编织纹路还是有区别的。在我这个银灰的配色上，它的材质还是蛮有意思的。在银灰色的鞋面上，它里面穿插了很多银线，所以在肉眼看的时候呢，就会有那种闪闪发光的效果。而且不光是鞋面混入了银色，在球鞋的水晶底里面呢，它也加了很多银色的小碎片，也有这种闪闪发光的效果。虽然整体看上去比较一般，但是它有一些小细节的处理还是不错的。比如这个绑带的设计上面有一些胶印，然后在鞋舌还有后跟的地方是我比较喜欢的设计，它采用了质量非常好的皮质，这个皮摸起来非常的柔软，而且有那种真皮特有的味道，手感非常的不错。上面这个皱褶看起来也是非常有质感，但是我更希望这么好质感的材料呢，并不只出现在这些细小的地方，它可以在其他的某些地方采用一些这种质感好一些的材料，也不至于让整体的外观看着这么寒碜吧。而在尺码上呢，这双鞋我还是按照我平时阿迪的尺码，也就是比 Nike 小半码来选的。而且这双鞋的尺码和之前的哈登一和哈登二是完全一样的，按之前的尺码来买这双鞋就可以了。当然了，这双鞋我还是建议大家最好去店里试穿，因为它的鞋型其实还是偏窄的，尤其是在前掌的这个部分，它在外侧有 TPU 的支撑片，在内侧呢也有一块 Fuse 材料的加固，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呢夹的是比较紧的，所以你的前掌如果特别宽的话，你一定要去店里试一下。这双鞋上脚的感受呢，就是舒适度真的非常高，而且在前掌的贴合度是非常非常好的。在系紧鞋带以后呢，球鞋的前掌弯折是非常的顺畅，非常自然，不会有任何卡脚的现象。而中后部呢，由于材料比较柔软，不会有像哈登二代刚开始那样特别夹脚的情况。而且球鞋非常夸张的后跟呢，也有着非常不错的设计。我们都知道阿迪的篮球鞋大部分都有一个毛病，就是不跟脚。这双鞋呢，其实如果没有后跟这个设计，我觉得它依然是不跟脚的。为了解决不跟脚这个问题呢，阿迪居然使用了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方法。球鞋后跟部分的内衬呢，是采用了类似毛巾的材料，毛巾的纹路是有一定方向的，但你的脚在穿进去的时候，用手摸上去就能感觉到往里去是非常顺滑的，而往外来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摩擦力明显要大很多，因为所有的小毛圈都是冲里的。当你的脚后跟再往起抬的时候，它就会像很多小钩子一样勾住你的袜子，这样呢就达到了鞋跟和脚跟的固定。而且这双鞋整体的包裹感呢是相对比较舒适的，不会有哪个地方感觉过于的压迫、过于紧。而同时，这双鞋的支撑性对于后卫打法也是非常完美的。和前作一样，这双哈登三代也采用了贯穿全掌的 TPU 支撑片，而这一代的 Y 型支撑片比二代强度稍微要降了一些，也就是更软了一点点。但是它整体在打球时候的支撑性是没有打折扣的，在中足的地方可以感觉到是非常非常稳的。而比前作稍稍降低的重心，也让我在跑动的时候感觉整体更贴地、更安全、更稳。而这双鞋做的最好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它前掌的支撑。刚才说了，它在外侧做了非常明显的侧向支撑。然后我觉得做的更好的地方呢，就是它在前掌的内侧与外侧相对称的位置也做了一片 Fuse 材料的加固。在上面呢，它还搭配了这个弹力带。其实这条弹力带呢，它的装饰作用要大于它的实际使用效果，因为它实在是很松，非常的容易拉动。虽然它的弹性还是很好的，但是在实战的时候呢，这种强度是无法支撑脚面的，所以它更多的就是一个装饰的效果。翻开这条弹力带，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前掌内侧鞋带孔的设计。这两块支撑呢，我觉得它好的地方就是它在初始状态下夹的就非常的紧，而且这两片的材料呢都不是特别的硬，尤其是外侧它是稍微有一点点的韧性的，
所以我在还没有系鞋带的时候，我就可以感觉到前掌两侧有力在夹着我的脚。而在拉紧鞋带的时候呢，我感觉整个前掌是被锁得非常非常死的。这种前掌的锁定效果呢，我觉得和保罗十一代做的就很接近了，都是非常出色的。当我在做变向的时候呢，外侧的这片 TPU 材料是有一点点会往外顶的，但是在前掌的支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它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平衡，既能给我一个非常灵敏舒适的变向的感受，同时呢又不会有外侧撞墙的感觉。打完一整场比赛，我的脚在前掌里面都没有出现任何的扭转还有侧滑，我觉得这一点对于广大后卫朋友来说绝对是一大福音。而中后部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支撑设计，而且我觉得这双鞋的鞋口做的还是相对有点大，要想把中后部固定的非常死的话，只能把鞋带系得非常非常紧。当然了，系紧了之后，后面的锁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双鞋的支撑性作为一双后卫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了。在之前几项重点的性能指标当中呢，我都给了哈登三非常高的评价。其实这双鞋相比前作最大的进步呢，就是削减了它的重量，44码的单支只有435克，而且加上非常好的包裹感和支撑性，还有非常灵敏的中底和外底，这双鞋上脚的感觉呢是非常非常轻的，而且鞋脚一体性也是非常好，可以算是整合度非常高的一双鞋。而在其他的指标上呢，透气性只能说是一般，因为都是致密的编织材料，耐用性在外底上来看还是比较一般，中底的 Boost 的耐久度还是不错的。而在鞋面的地方呢，由于主要的前掌受力区域都有热熔材料和橡胶作为支撑，所以在鞋面的耐久度上我也是非常放心的。然后价格呢，这双鞋在欧洲的原价是160欧元，我的入手价呢是140欧元。从外表上来看，我觉得定价真的很高，因为这个价格买一双长成这样的鞋，我觉得吸引力还不是很高。然而这双鞋的性能表现相比于这个价格呢，我觉得可以算得上是物超所值的，再加上如果你在国内的话，应该已经有了非常不错的折扣，所以如果有看好的配色还有可以接受的价格，我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入手的。最后总结一下呢，哈登三代是一双非常非常出色的外线用鞋，对于我个人的打法来说呢，我觉得这是我2018年到目前为止最喜欢的球鞋，它的实战感受呢对我而言已经超过了哈登二代，也就是上半年的最佳。所以如果现在评选2018我心目中最强实战鞋，哈登三代就会名列榜首。所以我最后给这双 Harden Volume 3的最终评分是 A。 为什么没有给它 A 加呢？只是因为它后跟的缓震极限我觉得差了一些，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后跟没有 TPU 或者橡胶的包覆，所以在做后跟非常剧烈的制动的时候呢，制动的效果并不是非常好。当然了，以上对于这双鞋的评价呢都只限于外线打法的朋友，因为毕竟这双鞋的定位就是一双外线鞋，所以对于外线打法的球员我是极力推荐的。而在篮球鞋设计越来越针对化的今天呢，这双鞋做的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它把一双外线鞋或者是后卫鞋所需的各项性能指标都做到了非常非常高的水准。哈登的正代签名鞋呢，到现在已经推出了3代，三代都保持了非常高的水准，而且依然每一代都在进步。所以如果只比前三代的话，哈登系列已经是有史以来性能最好的球星签名鞋系列了。那么既然我刚说完了哈登三代的实战测评，现在就到了强强对话的时候了，也就是哈登1、2、3、3代的对比。但是这个对比真的非常难，因为这三双我都非常的喜欢。那我们现在就来一项一项的看一下。首先在抓地力上呢，我觉得是三代强于二代强于一代，从这三双鞋还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字纹还是非常靠谱的。中底性能对于比赛来讲，我也觉得是三代强于二代强于一代。三代的整体表现呢，就是更灵活更流畅，反应更快，同时对于后卫来说缓震的感觉是非常舒适的，唯一的缺点呢就是缓震的极限比较差。但是比赛并不是让你测试缓震极限，而是什么样的中底对于你的表现有更大的提高。二代当然也是不错，在缓震极限上做得更好一些，但是相比于三代和一代要稍微笨重了一点点。而一代呢，就是布斯的形变又被最大幅度的限制，所以一代主要是差在了整体的脚感不如二代和三代自然。当然了，其实都差不多，就是强行找一下区别。而球鞋用料的排名呢，是二代强于三代强于一代。二代的鞋面结构最为复杂，层次最为丰富，材料使用也更丰富。而一代的整体材质选用呢还是比较差的，尤其是里面那种热熔材料比较僵硬，唯一比较好的地方就是我比较喜欢它真皮的鞋头，质感还是很好。而三代在外观和质感上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我觉得它强于一代主要是因为它的材料更适合实战，还有就是球鞋的重量，三代最轻是435克，其次是一代445克，最重的当然就是二代了。二代我这双红色是500克一只，
而这双黑色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是480克一只，应该是用料的区别。总之呢，上脚的感受也是三代最轻，然后是一代、二代是最重的。在包裹性和舒适性上，我觉得三代和二代差不多，但是三代呢不需要任何的磨合，二代呢我这两双都是我穿了两场以上我才能感觉到比较舒适的脚感，但是磨合开了之后都是非常不错的包裹。三代是好在它不用磨合，二代呢是好在磨合开了之后你再系紧鞋带，而且调整一下鞋带的穿法，它可以达到非常变态的包裹。而一代的包裹性呢就相对一般了，这个卷柄式的鞋舌设计我就不太喜欢，而且它的鞋面材料比较僵硬，想达到很好的包裹感只能往死里系鞋带，而且系鞋带的过程呢比较痛苦，感觉手都要磨起泡，所以整体的包裹和舒适性呢三代和二代基本平手，然后强于一代。在支撑性上很明显二代最强，而且我觉得作为一双后卫鞋它支撑性的设计稍微有点过，然后一代和三代呢我觉得支撑性的表现是差不多，都非常的贴地，跑动的时候都感觉非常的稳。在透气性上三双都没有什么透气设计，都比较差，穿起来都是比较热的。而在耐用性上二代要强于一代，强于三代。二代的设计真的是像坦克一样，外底也是又厚又硬，鞋面呢也是非常的坚固耐造，一代的整体结构也是非常的坚固的，而三代呢就完全变成了一双纯室内鞋，外底材质呢就比较软，非常的不耐磨，只能打室内。而一代和二代呢，尤其是二代都是可以稍微打一下外场，今年夏天我大部分时候都在穿哈登二代打外场，虽然次数不多但是强度也都是比较大的，磨损也没有非常的严重，没造成什么致命的损伤，所以二代的耐用性明显是最好。在性价比的方面呢，三双鞋推出的时间不同，都回到刚发售的时候来看呢，或者是从原价来看，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差不多的，如果有合适的折扣都是毫不犹豫就可以买的，所以性价比都非常的出色。而到最后看综合评分，哈登一我给的是 A-，哈登二我给的是 A， 哈登三我给的也是 A， 但是整体来看呢，非要排一下名次的话，我觉得是三代强于二代强于一代，所以最其貌不扬的哈登三代是哈登系列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认为，或者是对于外线打法来讲，是最好的一双鞋。很明显我在比赛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三代。好了，那么今天的内容差不多就说到这里了，真的是干货满满啊。那么对于这双哈登三代你有什么看法呢？或者说如果你已经实战过的话，记得在下面给我留言告诉我你的实战感受。你也会像我一样觉得哈登系列是目前实战性能最强的签名鞋系列吗？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也欢迎在留言下面告诉我，还有别忘了告诉我在哈登正代的三双鞋当中你最喜欢的又是哪一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不要忘了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Instagram，同时订阅我的优酷、YouTube、B 站等等，这样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的视频更新。那么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你们的观看，感谢你们的支持。This is Enzo，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